有一句说俗语在讲吼，这大陆真正哪像这好爱好啊靠！来看是这个月14号，有一个大学生讲起好多摆经过这中山北路的时阵，这个中山北路顶管有两个啊管家啊，真正是无病人康挂，讲占了这半个车道，准啊，让伊的奥多摆准啊骨折啊出去，这学生囡仔准啊，让这公共汽车给告死，准啊，让家属真生气，要求国家爱赔偿。路面上奥多摆摔落分级的看有，这个月14号，一名大学生因为骑奥多摆到中山北路三段，经过这两个一前一后，管家无病人康挂，奥多摆摔落，学生嘛摔到隔壁汽车都被公车搞死。这个软木桩是发生以后，发生以后他才设置的。如果早设置的话，像摩托车滑下去就不会跑到快车道去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能挽回很多的生命？虽然事后台北市政府在机车和汽车道当中设置栏杆，不过家属真生气。这个路段人行道占着半个车道宽度，在挖掘之前25公尺嘛无设立挖道的间隔标志，规条路真正危险。不过台北市交通处认为路段有照规则来设计号志。我们是依照设置规则去做的。你这样子说，民众听不下去。那我们未来会在前面再去做加强，会再加设，会再加强。我们有疏失哦。我们这个部分是依照。我们有依照法规上面去做，那转角处看不到啊。那未来我们这个部分会再加，那就是有疏失。那中山北路路段，台北市议员公布，台北市近两年来因为人工挂出代志的国赔事件差不多2000万。前三名路段包括着民权东路、南京东路、中孝东路。市议员除了要求相关单位马上改善，也应该赶紧架设人工挂警告标志，避免意外再度发生。记者转播到。所以来看啊，这一碗是引起外界这个的方面是安全问题。两年前，当员工来启用的这高雄关基山的这地景桥啊，第八八洪灾了又搁歹了。想讲未到讲这高雄关政府对昨开始啊，开放讲伫这上下课时间要予这学生囡仔会当来行这条桥。啊，不过一碗是有这社区团体是有够烦恼，讲这安尼行有够危险。看到卡踏车行去伫桥顶，要去上课时间，桥顶拢是人甲卡踏车。原本封起来这座基山的地景桥开放使用了后，学生每个行边的便道，驾车做回客。要走便桥还蛮危险的，就人车都争道，很危险。要比较方便一点。不被洪灾造成联络基山甲基尾地区的两座桥拢断去，地景桥当时嘛因为受损封起来，造成民众个来会使靠临时的便道来往，无方便而且危险。尤其当地国中甲高中学生，大家拢需要来往两边。政府特别对25号开始开放上下课的时间会使使用，但是社区团体真烦恼伊安全性。结果它本身有稍微偏移了。然后他的那个桥墩有裸露的情形，那这样的状况没有跟民众讲清楚，然后用阶段性的时间上的开放，那假如说这个时间有发生地震的话，那到底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？协会认为当初是土木技师向管户建议，地景桥需要搁做详细评估，了解受损的载重以后，才决定开放。管户不应该轻易做决定，嘛民众烦恼安全性，但也是认为无用嘛袂使。还是会走啊，还是会走，就是没惊嘛，惊不了啊，还是有一点啊，怎么说，就是好像就是好像随时随地都会，对啊，就觉得不太放心吧。管府表示，针对桥受损的部分有做过临时的补强，而且目前只有开放部分的时间，在无雨水的时阵应该是安全的。不过社区团体希望管府能做更加详细的说明，目前桥的强度和载重的因素是偌济，有明确的标示，民众使用起来嘛较安心。记者王家川蔡明浩高雄报道。这个马英九总统在昨啊，在这宜兰在冲这选举场的时阵啊，爱来公布这宜兰县长的民调。啊，不过这已经违反着这选罢法啊，就是讲这选举从10天开始就袂上来公布民调了。啊，这件代志有那引起了外界的质疑，这国民党方面是来回是的。选前十天，一股300块的白银公布民调，严格国民党主席马英九25号在基坛的行动中心会中，确实讲出基坛县长的民调数字引起争议。这次的选举呢，也一样非常的激烈。刚才我看昨天的，我们县长对，
国民党在第一时间表示，马英九这样的谈话是在中常会中对中常委讲的，不是公开对一般选民。民进党是爱中常会特地请假，禁止这种情形搁再出现。选举的主管机关哈，对这个事情能够多加注意哈，不要变成这一件事情起了后面的示范作用。面对外界压力，国民党也赶紧召开记者会，表示总统马英九在谈话时阵无注意，才有这种发言，伊是感觉真歹势。马主席深感不安，认为有必要向社会大众表达歉意，并且呢，不论选委会对于这一件事情是否违法的认定结果如何，马主席与本党都会接受。它是一个具体个案，那具体个案依照宪法的规定，它是由这个主办选举委员会来做裁罚。因为发生的地点就是基隆，会由基隆县选委会来认定，搁再填报予中选会。目前基隆县选委会搁还未做出决定，但若是确定违反选罢法，会罚50万到500万左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